工地支架可以当钢管用嘛，有的时候去做一些动作吧，可能那个时候做的不是很标，因为在工地上做了一段时间，然后自己存了一点学费去学，学了两个月之后就生活费实在是没有了，那段时间就在酒吧里面跳跳舞啊，压韧带啊，因为男孩子的韧带都比较硬的，其实特别痛苦的，在那个钢管上摩擦也比较痛，然后也经常受伤的，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过了几年之后，然后自己又回到了嘉兴，开了一个自己的舞蹈工作室。